做史莱姆吗？对，我们要用白胶做史莱姆。我们今天要用白胶做史莱姆哦。准备的材料有苏打水。准备了很多材料哦，还有两个角色打水，加一件。那因为我们是做白胶，所以水不用太多哦。加完小苏打水之后要加什么呢？婴儿油，这样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不用太多。家里没有婴儿油的话，也可以加沐浴乳或者是洗发精，一样可以让史莱姆比较不粘手。接着呢，我们再加入这个隐形眼镜红警器。想流鼻涕呀、我感冒了，我在流鼻涕。阿天，那个猫，你感冒了吗？那感冒要怎么办？吃泡泡的，要多吃饭，多吃饭看医生，还有多吃丸子，感冒才会好，还要抓丸子。比较慢，开始会像水一样，会慢慢成型的。这已经变成史莱姆了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昨天做好的史莱姆，非常的 Q。你看，抬起来了。对呀、抬起来了。你看它下去。好快的降落哟！它非常的有光泽哦，像是我们做的史莱姆。那我们来搓给大家看吧。用白胶做出来的史莱姆，它非常的光滑，所以它触感跟一般的史莱姆不太一样。触感比较像麻子。嗯，老师，我们要下课了。好，下课。我们记得要约老师，拜拜。大家拜拜。